新年就要到了，关心在地独居长辈，华山基金会甲国际赛主会三控控地湾区总干张秀华、嘉宏赛主会，今仔日上午前往独居长辈厝内，将爱心化为行动，亲自赠送年菜以及新年用品来慰问长辈，也希望就此抛砖引玉，邀请社会大众做伙来关心厝边的老士大。你对着华山基金会甲嘉宏赛主会爱心年菜，长辈是满心感谢。年关将近，真侪独居长辈无得像一般的老士大，会使含厝人食烧烫烫、搁青草的年菜。国际赛主会三林地湾区总干张秀华，甲嘉宏赛主会感念社会上有真侪需要帮助弱势长辈，特别选伫年节前，甲华山基金会做伙将募集爱心年菜送到长辈厝中，也希望抛砖引玉，邀请社会大众做伙关心厝边老人。啊，伊身体已经真健康，但是伊就是目睭视力较无好，因为黄斑不病变。啊，自己一个人独居，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关怀。那也谢谢华山基金会长期以来对这些独居长者长辈的一个照顾，尤其这个对象呢，因为长期陪伴他到医院去看病。那我们嘉丰狮子会呢，有捐了几部车子给华山基金会。今天看到我们嘉丰狮子会的嘉丰二号，带着我们各位师姐以及我们理事会长陪同一起来做这样子有意义的社会服务。很感谢华山基金会啊，也特别照顾到我们独老的这一块啊，这一部分尤其是在年节的时候更需要我们大家的关心与关怀。今天我们师姐们也都出来啊，让阿姨感受到我们对她的关心。你面对华山基金会甲嘉宏赛主会爱心年菜，也予受赠的长辈满心感谢。因为我一向一个人都是独来独往嘛，啊，有自从加入华山基金会之后哈，我心里面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好像有另外一个家存在。哇，好棒！这次很感谢就是嘉丰狮子会，然后今年已经是连续第八年协助我们华山基金会在年节独老的一些年菜关怀活动，透过他们的协助，就是可以让我们的独居长辈就可以在年前得到一些温暖。国际赛主会连续八年发起爱心年菜响应，将爱心化为实际行动，募集了263份爱心年菜，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独居长辈，提前欢度新春，温暖长辈的心。李华山基金会伫该县市为14号开始，陆续分送1330份年菜，让长辈使过好年。但是年菜经费只无够九成，也阁欠130份，也希望各界做伙关心弱势长辈，让长辈使食到爱心满满的家族好菜，感受来自社会温暖。新闻台民间市采访报道。Okay, now from the beginning. Hit it, boys.Big boys play.